好，第二题说，为了夺冠，他必须让成绩变成10秒钟，则他达到最大速率所需的距离应该调整为几公尺？我们一样把 VT 图拿出来看。好，今天最大速率相同，我要完成的时间要变10秒，那怎么办呢？就是让他从零加速到11，所要行走的这段距离 x，想办法把它变小。好，那今天我们假设达到最大速率所需的距离，如果是 x 公尺，就是这块三角形面积啦。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？完成这个运动要走100公尺，所以是不是表示三角形面积再加这个长方形面积要是100，对不对？而长方形面积就长乘宽嘛。你这边这一段是不是十减 t1，而这一段是不是11？好，所以这是长方形的面积，把长方形面积再加上三角形面积，必须要等于100公尺。好，可是这里出现了两个未知数，怎么办？我要的是 x 嘛，所以想办法把 t1 换掉。从哪里换？这块三角形面积等于1/2底层高，哦，所以我的 t1 呢就可以变成11/2x，把它给带进来，剩下数学你计算一下，会得到 x 等于10公尺，所以呢，我们的答案呢就是10公尺。